一个脚一天没脚的，因为还集体在这做。哎，抓机会看下饭。昨俺爸俺妈去郊区了，晌午都没回来，歇又去了。我一边在家上课，赶不走个饭，拿点排骨，泡点排骨嘞。排骨好看呀，我把溜溜溜溜往一头山上一块抓，走。然后再炒一个西红柿鸡蛋，拿着吃我，哦，带着吃我，拿着上都拿在这儿田里边儿的，俺家这地吃。哦，你也等着吃呢。啊，这别管我，我在家里，在地里田里边儿。我叫人炒点菜，快摘到了呢。啊？快摘到了，快摘到了。昨天你要在你在家吃完了呢。哎呀，你不要把我，你要你去家放了。我说你在家吃完炖成我了，你说回来再。我给你，我你有爸爸。好，那就走吧。那回来了，你吃完那家要的米饭啊。啊。现在到地了，赶紧给俺们送过去嘞。在地里浇半天水了，又渴又饿，肯定就赶紧给俺们送过去，给俺们吃饭。爸，哎、妈，快点，你给赶紧吃吧。等会赶紧吃。给。吃啥？这不是水在电池流里往哪拿来？给西瓜、米饭，炖着排骨。炖着排骨。嗯。你为啥炖排骨？哦，给俺奶奶。嘿嘞，在锅里，在金锅里，它不是这个料，是吧？你那吃的有水，给拿水里，没拿下，再吃个西瓜吧。哦，行吧，先吃西瓜，好喝水。那就吃完就看，还要给你拿自我排骨，你会炖排骨？好，给俺奶在家炖的。你手喂。哎呀，没事。喂。那就是两碗米饭炒西红柿鸡蛋。啥？叫你爸吃排骨吧，叫你爸不吃西红柿鸡蛋。嗯，都先吃个西瓜。我再看看你炖着饭啥样。
烧的。你还没拆，你也没拆。没嘞，我这一边上课一边下课走嘞。哇，冰棍儿几袋，这炖一把烤。哼。你也吃了吧，哥？我一会儿回去吃吧，看爸给你摆饭桌了。吃吧，把西瓜吃了。那磕了不磕？这个都是排骨吧？嗯，应该是烂了。哇，给茶叔看看呀，白给，白通通给王茶叔这么排骨，先尝一嘴得了再说。那有两双筷、啊嗯、吃吧吃不了，要去那给把水拿过来嘞。哦，你不老了，我看看还要炖点排骨。嗯，成两个成了。嗯。米饭一家一碗米饭够了呗，米饭。够了，够了吧？那还要炒点菜，好吃，比我还强嘞。嗯。别着锅，别这些排骨，这些菜干吃不了，你也吃了吧。不是家锅里是盖的，我叫俺奶奶加一些吃了，别等着我了。哦、我一会儿回去吧，我就吃啊。吃完吧，多吃点肉。啊，对。你刚把菜洗了，我吃西红柿了。我吃肉，吃肉，我吃点。挣的还挺累。看家后边存钱了，一天更比一天。啥也能尝出，比我强多了。你尝吧。嗯。你管这等会儿。嗯。